好，再给大家来一盘九号球，这个球开的比较标准。一般正常来说，你只要开得好的话，点准的话啊，一号球就是进中袋的。这球咱们就来一个翻袋啊。为什么我们打美式的打翻袋都翻特别好？因为太了解这个库性了。左塞两库跑到四号球，这球不能再跑线路了，只能轻轻一推，因为太直了。九号球就是跑得越直啊，它角度越不好。下中了二分之一的角度，就哪儿都能跑啊！打进这一个四号球，然后六号球轻轻一推啊，吃一库。像这个球呢，就是高杆下塞了，这球肯定高杆下左塞。正常来说，你只有高杆的话，球台比较稀，根本跑不过来，要靠塞。你看又来了。这一杆又是一个人情世故赛啊，刚好是跑到了九号球，一个中袋。我对这个九号球打中袋特别有心得。